上级，这就是勇敢者的团队游戏，这是有他赶紧继续退避，你越累积杀伤力，撞破天际更吃惊，内心战胜恐惧，随时带上一个斗笠，探索冒险创造奇迹，被后人铭记，好坏结局都依然在这些生产力中，不回头勇敢者的自信瞳孔，青春就是我们湖南卫视的新生主持。今天呢，我们。